早饭就陪你了哈，你要保佑啲舒舒适适嘅，读书要步步高先好啊吓，出入平安啊，要保佑佢身体健康先好啊。 唔使跟佢燒，跟住一條竹咯，一燒咁上下先。偷個頭啊！係啊，你嗰啲零食唔係，你嗰啲燒咁上下先。 哎呀，嗰啲唔使要噶啦，睇下啲工。哎呀，唔使要咯，先。